呀！我说我是激动的泪水，谢谢导演呐，你就把这个投资商的800万弄到手，咱们一起加油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其实我可出头了，哎呀，哎呀，那个试戏演员上来，大哥，出去，没礼貌。导演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叫啥名啊？毕超，上医院去。导演，你误会了，我名字叫毕超。啊，你这名起的可真毕呀！谢谢导演夸奖。学过表演吗？没学过。出去。虽然我没学过表演，但是我读过很多书。啥书啊？你比方说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，滚出去！这不是驾校，谈什么司机这个事儿啊？我还驾照没有呢，下一个。等等，导演，我先给你表演一段《动物世界》，怎么样？猴子刺呢？猴子打车？猴子吃方便面？导演，你看，我也是怀揣梦想来的，要不然你给我出个表演题目吧？那就把你的梦想再揣上来。出去。那导演，我演一个面试失败心中的沮丧痛苦纠结。行，就纠结吧，去吧，纠结吧。导演好。别叫导演，叫哥。大哥好。首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张慧饼，您可以叫我慧饼或小饼饼哟。那我可以叫你韭菜盒子吗？那叫啥叫啥，那玩意儿就味儿大。嗨，你这样你妈知道吧？到我了知道吧？猴子生气喽，猴子生气了，猴子纠结。导演纠结去，纠结。学过表演吗？没有。哦，没学过呀。但是导演啊，您可以教我呀。啊，对，你真聪明。那导演，今天呢，我为您准备了一首诗朗诵啊，我可以为您在这儿表演一下吗？来。好。导演，哎呀，你看看我现在走心不？哎，走，非常走。我希望你走得越远越好，行吗？接着走啊。好的。导演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开始。好。下面我要为大家带来一段诗朗诵。等，我在等人。人没来，怎么办呢？继续等。哎呀妈呀！谢谢大家。导演，您觉得我刚才表演的怎么样？太走心了。我妈妈就说我是个天才。你妈说的对呀。导演呢？你来评价一下我刚才表演怎么样？非常好，你离幸福的不归路是越来越近了。来，在上面接着走去啊，想一想。导演，就是你这回再让我演个响，对，演响去。哎呀，导演，冲！啪！导演，你是不是让我演个思想的响啊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把我惊呆了！就你这样，你妈不知道吗？我导演啊。不要因为刚才的二踢脚影响我们的心情好吗？我们继续吧。继续。那接下来我为您带来一首比较激昂的歌曲。不用唱了，不用唱了。啊，你刚才这首《等》就已经将我的心彻底击沉了。哎呀，导演，我妈妈就说我是个天才呀。你妈才是天才的。导演。
啊？什么玩意儿？我算是想明白了，你俩是在玩我的吧？你才看明白呀？答对了。你的智商啊，得钱治了。好，很好。你呀、啊，还是好好的看看我的病历吧。啊，干爹呀、啊，800万咱不投了，回去给我看病吧。啊，哎，多能装就是病、啊。我爸是投资商。你看他爸还是投资商。你爸爸是个投资商。公子啊，导演，等等啊，导演让我等，我就继续等。哎，谢谢三位，谢谢。哎呦，啊，这是开心大丝花带给我们的效果啊。大丝花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其实我知道它的含义，他没说。嗯，吃花。